那就是算了。建立在我祖先天地应许上，万古千秋救度生命起颂扬，永远归于至高真神我歌唱。建立在我祖地心上，建立在我祖地宝贵应许之上，每个精华如来心系我心房，借着生命化力使我的坚强，建立在我主的心上，建立在我主的宝贵应许之上，自我介绍，太激动了啊！自我介绍。那感谢主啊，今天来到这里银川教会和弟兄姐妹、台湾的同龄啊聚集在一起，非常的激动。那首先我自我作为一个介绍啊，我叫赵秉义，赵钱孙李的赵，赵就是百家姓第一姓嘛。赵匡胤当年他不是皇帝嘛，所以他把他的姓就放第一姓，并不是我们赵家人多啊。这个我首先把这个误会打掉了。秉的是权柄的秉，义是公义的义啊。赵秉义，我是东山教会的信徒，这是我妻子王美容，也是东山教会的信徒。他是牙医，顺便介绍，牙好胃口就好啊。感谢主，我叫马淑云，哎，就那个牛马羊的马，淑女的淑，云彩的云，我们是一个教会的信徒，谢谢大家。我叫王传芳，三横一竖的王，传道的传，方是草字头的方，芬芳的芳。所以我信主以后，我的志向立志就是把主的福音能够传给我。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我叫董永强，草字那个仲永的董，永是永远的永，永远跟随主。强是神给我的坚强，有胆量。我们是一个教会的，还需要补充一下？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？本人五位弟兄姐妹都是汉族，没有一个本族啊。感谢主，欢迎你们台湾的同学到我们内蒙古大草原，到时候给你们介绍的蒙古的同龄，怎么样？好。